夹心海苔脆啊，现在有活动宝嘛啊，原价29.8发十罐，现在直接给你们多挣一罐，发十一罐啊，看到没？两个夹心，一个是巴旦木的，一个是芝麻的，黑芝麻的，这个浅颜色的，这个是深颜色的，是黑芝麻，浅颜色的是巴旦木的啊，我先吃黑芝麻，嗯，太好吃了，我感觉太适合给自己家的孩子当零食，嗯，好吃。平均一盒，你看，2、4、6、8、10，平均一盒十多条，10条到11条，总共是40克的啊，好喝，嗯，给家里宝贝多吃海苔也是补铁，这是健康的零食宝们啊，你现在有活动赶紧去排，超级合适。我儿子一直在吃这海苔脆。